都不管，只要你能愉快。涛哥，你一定要教教我，你是怎么可以一生个儿子又生个女儿的？嗯，你教一下我，这个是让我最羡慕的啊！教教我，你是怎么可以一生个儿子又生个女儿的？生个儿子又生个女儿，这个太让人羡慕了。就永不放弃，就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不放弃，Never give up。放弃，这唱歌唱得好呀！要歌唱得好，那必须才能够生一儿一女。那必须的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下，今天我的干闺女琵琶也来现场。琵琶在哪儿？琵琶在哪儿？哦，琵琶来，琵琶来。这老韩在节目里面都不知道念了多少期琵琶琵琶。我跟大家说说话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琵琶带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的是“一人随行”。跟大家说，叔叔阿姨好。嗯，叔叔阿姨好，哥哥姐姐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耶、yeah ，特别的可爱啊。